真是气死我了，熊孩子和抱抱突然就不见了，他到底去哪里了？这一次我找到了史蒂夫的女朋友翠花，这一次我们要逼问翠花，看看史蒂夫肯定和熊孩子在一起。哼，只要找到了史蒂夫，肯定找到了熊孩子。好，别动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你就不要管了。你是不是翠花？我是翠花，你怎么在我家里？快点告诉我，史蒂夫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呀。不知道？你不是史蒂夫的女朋友吗？快点说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不是他女朋友。我不信。快点给史蒂夫打电话。我不知道他号码。不知道？非要把你打死你才会打吗？大哥，你放了我行吗？我真不知道。你给史蒂夫打了电话，你会放了你？那我打了他又不接呢？不会的，史蒂夫念旧情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快点打。喂，是史蒂夫吗？喂，翠花吗？我是史蒂夫。你怎么了？我想你了，你能回来一趟吗？想我了？上一次我们不是还吵架了吗？那个，我要去其他城市了，我走之前你能来送送我吗？送你？你要走了吗？我以后就不回来了。那好吧，我送你。那我们在哪见面呀？我们在西山的小树林，我们见面，送你最后一程。小树林？对啊。好吧。大哥，可以了不？哼，还不错，这一次我就暂且放过你，等到你与史蒂夫见面的时候，我就把史蒂夫给抓住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哼，你这个翠花真是够出卖史蒂夫的。